他说的话都是诚心诚意的，但我绝不会用你卖酒馆的钱来办我的武馆，这样会让我一辈子心里不安。可是小龙师傅，好了好了，这件事情我们以后谁也不要再提了，就这样吧，我们走。 教授，我这篇论文您看了吗？不是的，你这篇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论文我已经认真看过了。你知道吗，罗斯里？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。凯恩教授，这是没有想到，您给我打了满分。啊，我认为很大的问题是，你对哲学的理解超越了你的年龄。我教哲学这么多年，你是我第一个见到的对中国哲学理解如此深刻的学生。 你用中国哲学来阐述中国的武术，十分新颖，并且论述也非常的深刻。凯恩教授，您过奖了。哦，不不不，罗斯林，我不喜欢中国式的虚伪，好就是好，没有过奖之说。过奖你那是我的虚伪，记住，罗斯林，无论是过度的奖赏还是过度的谦虚，都是虚伪的。记住，哲学首先是要揭穿虚伪。嗯，我明白了，教授。 那我走了。哦，等等，冒昧的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的课余时间都干什么？主要是看书和练功，但是我还要拿出一定的时间去打工赚钱来养活自己。哦，那么现在你还困惑？有那么一点。嗯，有那么一点是什么意思？主要是我现在找不到对手。哦，是什么样的对手？我不明白。 凯恩教授，您知道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，我就说过我想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武术家。可是我来到西雅图以后，我走访了许许多多的武馆，我和日本的空手道交手，结果自称是西雅图最好的空手道武术家，根本就是不堪一击。嗯，你是要找到对手来刺激一下你的武艺水平？是的。 结果是西雅图让你失望了，是吧？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明白了。你说的也许是事实。罗丹有一句话叫做“世界上不缺少美，而是缺少发现”。你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：这个世界上不缺少武术家，而你缺少的是发现。中国文化里也有类似的说法，布鲁斯利。要是你现在找不着对手，也许你得和自己较量，是的，和你自己较量。 我和我自己较量，是的，一个人他最大的对手不是别人，恰恰是他自己。我觉得你选择哲学，是你寻找和自己较量的最佳方式。啊，还有，我理解武术，它不仅仅是强身健体，也不仅仅是和对手较量。武术最大的学问，也许是一种文化的体现。年轻人。 既然现在你在大学里或者在西雅图找不到对手，那你就抓紧时间思考，建立一套你自己的武术理论。你具备了这样的潜质，明白吗？您是说，让我建立一套自己的武术理论？不是的，我不喜欢虚伪，布罗斯利。我希望你能做一件对你来说并不困难的事。什么事？中国古典哲学这几年成了美国学生们选修的热门，他们需要请老师。 特别是我看完了你的这篇论文后，我敢说，你的讲座能引起高中生们的兴趣。不不不，凯恩教授，这个我真是难以胜任，让我教教他们练拳还差不多。哦，又是中国式的虚伪，知道吗？你的这篇论文就非常的好，波多斯利，我相信你，你就当做是一次论文的宣讲好了。教授，可是什么呢？我还是觉得。 哦，我懂了。中国的文化常常会出现一些，令人莫名其妙的隐晦，有人叫它含蓄。中国的学者们大多不愿意显露自己的学问，而美国文化提倡彰显个性。我们从不掩饰自己的优势和特长。比如你彰显你的武术特长就很好，你应该适应美国的文化，不是吗？凯恩教授，我心里还是有一些……好了，布鲁斯利。 要相信你自己对武术的理解，这我明白。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一定会给同学们带去一场生动有趣的讲座。别忘了，你要在课堂上拿你的武术举例子，那样的话，你的课会上得非常的生动，而且会十分的精彩。看，教授，现在我懂您的意思了。那好吧，就按您说的，我试一试。
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。好，请各位注意听，这就是太极图，简单的图案里面蕴含了很深奥的哲学。你们笑什么？太极是我们中国的祖先在3000年以前创立的。这是阳，阳代表了积极、坚定、雄性、实际、明亮、白昼、热能等，而阴则恰恰相反，它代表了消极、否定、柔软、雌性、脆弱、黑暗、寒冷等。而且太极的理论基础是世上万物没有一成不变的，当事物发展到鼎盛以后，就会由盛转衰，此时的衰即是阴，而当衰到极端的时候则转入盛，此时的盛就是阳，整个过程就是盛衰交替的过程。由此可以看出两种力量，综上所述，表面上看是一种对立矛盾的两个方面，而事实上却是相互依赖的，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来讲，却是统一不可分的。举个例子好吗？好的，我就以中国武术搏击来举一个例子。谁可以说一说搏击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呢？我认为武术搏击的本质就是打架。啊，对，就是打架。你说。武术就是搏击，也许就是阴阳对抗吧。按琳达的说法，武术搏击不就是男女之间干的那些事情吗？好，我们不开玩笑了，继续讲解阴阳学说吧。我用武术的搏击来解释，其实刚才丽娜同学说得非常正确，搏击就是阴阳对抗，当对手发力打击你的时候就是阳，而防守则是阴。阴阳怎么转换呢？那就是你要以阴制阳，将对手的力量在一瞬间转化，借着对手的力量来攻击对手。高明的武术家的秘密